我从我上高中到现在一直都戴眼镜。那次我们去你们家的时候，我摘了一些眼镜，你忘了吗？你西服，你西服拿走了，我还没拿。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看书吗？然后又封着，我就没时间去。这两天那个谁，那个老陆他们有没有那个什么？有没有组局啊，团局？我想起来了，这老陆又没有找我喝酒，真的是。还有一些近视，对，我有些近视啊。你喜欢哪个世界杯？我没看，我不了解，不看啊，所以我不愿意去说这个。但你说让我去关注这个赛事吧，我可能会看个决赛，我乐呵乐呵，然后跟朋友可能，哎，我可能会赌这个队赢，他可能会赌那个队赢，到看决赛。我记得2012年、2016年、2012年的世界杯好像是。还是2016年的世界杯，那个时候是葡萄牙、西班牙夺冠那一届，我们看了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，我们那时候上班的朋友他们是西班牙人，啊，离得好远，远吗 ？Hello。戴上眼镜整个人不一样，那我把眼镜摘了我就啥也看不见了。卡爷左手是有戒指，对啊，有啊，我当时买了两个这个戒指，我买了一对儿，然后给我的朋友给准备给一个的时候，结果让我去上海之后忘在了我之前住的那个房子里，结果我的前前任打扫卫生就把我那个戒指给扔了，还说戒指签名照呢。等我下次去那个哪，去老陆那儿，我给你带过去好不好？在哪买我也买一个戒指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我这个戒指只有我一个人戴着，所以那个戒指是丢了的，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戒指只有一个。让我的前前任给打扫卫生扔掉了，说气不气人？这戒指其实挺好看的，它这个戒指是两个合起来会组成一个两个人的名字的一个图案。有的时候，链接这个没有链接，忘了。我不是北京人，小可爱呢，在上海。汉克也来了，欢迎汉克。好馋，把灯牌亮起来啊！你们这些人，一毛钱灯牌都不舍得送吗？小可爱不放心我在北京，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。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汉子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今天你们那儿地震了，三级是吧？三四级，要注意安全。对呀，害怕吗？地震的时候害怕吗？老王，地震的时候害怕吗？想你了吧，先把灯牌亮起来，困了睡。哎呀，去上海工作，要工作了吗？哪里地震？我们的宝岛台湾。不怕，你看，你们，我其实没有经历过地震，我小的时候经历过地震，但我长大了就没有经历过地震，所以你们可能经历过地震频繁次数比较多的话，可能觉得都不会担心或者不会害怕，对不对？
小黄问题不大，一人先发个朋友圈。所以我如果真的有地震，我可能会害怕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。我小很小的时候，应该是在襁褓中的时候，三岁之前经历过一次地震，再就没有经历过。包括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北京的山区里面在写生，我们当时山里面是没有信号的，然后以至于地震完过了三四天，我们出山之后才发现才知道这个汶川地震，顶多尖叫而已，哈哈，怎么尖叫还没了。仅仅有一次地震的震感，我就很淡定的发了个朋友圈，你发了个地震了，哎，我要到旁藏到旁边点个华子去，大家理解我一下，坐这边一点点。地震，然后没了。地震，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，我有一个粉丝，还不错，关系还就是我们玩的私底下关系处得很好。结果有一次我们去在约上海去玩密室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很后悔去玩这个密室，因为当时我们是拼个团，我们三个人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，然后结果我就在这密室里面喊出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尖叫。当我喊出来那一瞬间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，欢迎杜公子啊，然后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，我操，我他妈居然能那么对尖叫，我自己真的是吓坏了。我是那种他妈又菜又爱玩的那种选手，然后从那以后我去玩密室，我就我在点华子，捂住眼睛，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，看不见听不见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你就那些 NPC 再怎么抓我都不害怕，因为你看不见也听不见。对，再点华子。我会不会被 NPC 揍了？但是一般有的那种密室里面，你如果不跑，被 NPC 抓了，你可能就会被淘汰了。你朋友家很有品味啊，对吧？我也觉得很有品味啊。我靠，这大黄发这么个性，你们看出来都是黄发吗？我这上面看的怎么是个一般的？是黄色的吗？我这边看是白色的呀。我这边看的是白色的白头发呀，看得见吗？白头发呀。染头发了，对，染头发了。灯光问题，灯光问题。惊吓过度把 NPC 打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打了怎么办呢？打了你就给人付医药费呗。还能怎么办呀？欢迎超超，我幸福。
忙着考试，烦死了。你在考什么？好想去台湾玩呀、啊！好想去台湾。晚上好，阿爸爸。你在干嘛？洗衣服。叠衣服啊？在叠衣服吗？洗衣服。洗完了吗？没有，我等外卖了，好饿呀。嗯，我在直播，你看了吗？没有。你没刷到我是吗？没有。现在去刷我去。嗯。真的是。拜拜。专业证照考试，专业证照考试，环境相关的哦，环境相关的，哎呦，呵呵，咦，你吃了什么？你吃了糖，我操，无情。我们听见环境工程师啊，王炸现在忙吗？每天上班？睡床不忙，洋洋忙学。这条路走了多久？心中是清楚的。角度问题吧。有一天都会听的，让时间说。Hello husband, hello my wife.你好相公，你好妻子，你好娘子，你想换发型？我没有换发型，只换了个颜色。这个颜色不错，他在上海。DAM 是什么意思啊？蛋蛋，这上面标了一个点，应该是越南语吧？瘦了的感觉，角度问题，开了点瘦脸。灰色，灰色，灰色，漂三次，然后染个灰色就这个色了。我撤了，先来电网，没问题。好，先去忙吧，王炸。谢谢你的两个保时捷。
啥灰啊，就灰色，我也不知道啥灰。碰到你的直播间真不容易，溜溜溜，睡觉时间到9:13就睡觉，那赶紧把灯牌亮出来吧。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卡卡，嗯，你是找那个卡卡吗？哎呦，我回家了，又下播我就回家了。我们单位现在有一个秘籍，半个小时这么久没吃晚饭吗？对的。你在单位吗？我现在不在单位。七帅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打的拼音是什么意思？李敦福，棍真的会传人。我在友邦保险，我看不懂越南语，你们谁认识？翻译一下。刚才打哈欠，我也跟着打。但喜欢胖胖怎么办？纠结。那怎么办？你们为什么喜欢胖胖呢？为什么喜欢胖子？肌肉男不好吗？欢迎越南的粉丝啊！从早就精神了，晚上回去洗，赶紧把我们这种打哈欠负责吗？负。西直门。台粉丝这么国际化吗？有台湾的、越南的、新加坡的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印度尼西亚的，自己拍照的。这首歌歌名叫《叶问宗师》。呀，好毛黄吗？我为什么从我这边看就是棕色的呢？哎呦，头发贼厚贼多。早安中国，早安越南，人民是黄色，我从我这边看是灰色的呀，我看是黄色的啊，羡慕这样的发型。你看我头发，你好，我们来自越南。Hello， 越南是 Vietnam，Hello Vietnam， 我有一个冰淇淋。叶问宗师，名字叫叶问宗师，这歌你都没听过吗？我就想知道你的5.9万粉丝里，你最喜欢的哪一位？我最喜欢的是即将爆发的小宇宙。Vietnam 对吧 ？Vietnam 摄像头放稳，
摄像头没有动，听过？即将爆发的小宇宙，来把灯牌亮起来！谢谢你，可爱。保险行业嘛，对，我的专职工作，我的本职工作。你们有需要保险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聊一聊，我可以在公屏上给你们讲解一下。对象出个镜，他不在北京。小 baby。所以外地买可以涨，可以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兜兜点点。这是谁的强叔直播间账号？哦，强叔的粉丝啊！强叔好像新开了个抖音号，欢迎晴天哦，欢迎我的晴天大宝贝。小麦不萌。兜兜点点可以私信我，无所谓。强叔以前号，哎，他之前的号为什么被封了呢？我就说他为什么看他最近都不直播了，好像被封了一个月的直播是吧？我是哪儿的人呀、啊？我是，你去看我的作品，你一定能找到答案。我不知道，我没问。裤子什么牌子？裤子是小本，小本在吗？小本他们家的。直播间的时候擦边了，好像。哦，你还关注他了呢？我的小明轩，大仙岭隐居室，这真的是我的老粉吗？西北汉，你不是走了吗？王炸，怎么又来了？王炸，你是不是来给我送那个什么来的？送抖音一号来的，还是送热气球来的？我知道凯是哪里的，知道你们就打出来呗。我想你了，我也想你了。美女，卡爷是我这里的，你把那个爷爷的爷字打出来行吗？各类保险可以吗？可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主要是寿险啊，车险和财险我做不了。但是财险的话和车险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当地的人去购买就好了。嘉峪关，对，我好久没刷到凯爷，谢谢王炸，也给你点个赞。欢迎乔老师啊，欢迎乔老师。叉叉关的，扬子关、居庸关。嗯，哦，甘肃，哎，你还知道甘肃不错啊。我应该还差198级了。嗯，可以。就我们这儿谁啊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兄弟。山海关、居庸关、东起山海关，西至嘉峪关。车险那点儿肯定不能麻烦你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可以跟我私信我啊。下播之后我会回你私信的。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，他说被狗咬了，打狂犬疫苗，他说买商业保险全包，结果真的是有帮，对，就是他。友邦的，哎，这个我还怎么弄？这个保险是我们单位的敲门砖，300多块钱一年，哎，超级好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湖北培训，在水底下受伤了，叫了120，第一次打120，坐120车，然后花了点钱，结果全保。对，我车险我没有做过车险，我姑姑做车险的。方圆没来，方圆来了，他又走了。工程的一切险，嗯，工程私这个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说啊，因为我在抖音直播间去说这个，可能容易让我造成风波的处理。西装贼帅，你可以，我穿西装可以，你找我买那个产品，嗯，小黄车是吧？然后我就穿西装去见你。因为我见客户啊，去上班都要穿西装啊，
有空直播了，有。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在打王者，真是把我气坏了，尤其是志伟，点名批评一下志伟，真的。那再定一套，再定一套什么？王炸，王炸，你要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穿什么颜色的袜子？我只穿黑色和蓝色。刚刚连跪又回来了，我连跪四局了，打王者。再订一套西装，我现在西装都没有机会穿，而且我西装特别多。看看袜子，为什么要给你穿袜子？我七点跪了，我从42颗星现在掉到34颗星了。我完成了你一个小心愿，完成了你一个小心愿。你从25星掉到25星，我从没有掉了很多，你也完成我一个。你那个心愿太贵了，而且我这个心愿，抖音要抽掉50%。王炸，你好会做生意啊，真的。待会我可以给你介绍客户去。哎，我要撤了，我要准备回家了。改天有缘你们能看到我直播再看吧。我要下播了，孩子们，摆个姿势来拍照。摆个什么姿势呢？这样。第一次呼吸畅快，哎，头发真的是有点发黄哈，但我头发确实是灰色的呀。No， 我不唱，我唱歌超难听。精神压迫，你说这个人不要紧，先拼。
你要走了，我们要走了呀。